朋友们，大家看，呵呵，这是 Maastricht 游轮，小游轮。Maastricht 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呢？我问问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呵呵，现在是2023年10月27号，下午快4点了，看，还有红绿灯，这红绿灯，交通红绿灯。管着这个游轮的这个前进、停止、准备。我杨小青今天从11点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，然后一直步行到现在快4点。当然我也有短暂的休息，也不是坐在餐厅吃饭。看看这是什么鱼啊？哪位朋友能帮我一下？这是荷兰语，对这个大桥和河流的介绍啊，我呢得问问那个懂荷兰语，我不懂荷兰语。另外的话，我可以在谷歌上也可以查一查，看壮观吧，这个湍急的河流。今天11点以前，我是从这河上。河的另外一段，就是那前面那一段，我因为那是我坐汽车过来的地方，我穿过河，走过这个桥就到了这个 Maastricht 的对岸，它有一个农贸市场，自由市场。好吧，你看它这个教堂和特色的建筑都是很密集的，我感觉到很好。再见。